看病人眼镜水，眼镜水，顶阳绿的大的。哦妈嘞，哇塞，跟以前那个叫一样吗？哪个？哪一个老娘不是没有给你买过，上一次买过的嘛。看病人看东西，姐姐这个好。这个耳钉的话，它的颜色的话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冰阳绿，和冰啊，走水非常好，这个好看，辣辣的绿绿的。这个耳钉的品质是真的完全没有好处，很 YYDS。尺寸的话应该是在卡4+左右，很漂亮，蛮好看的嘞。这个要卖多少钱？哇，跟之前那个价格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这个好的？那天我都买了两对，你今天又不卖，你哪里找？这个好啊，姐姐。行吗？一样的价钱。我抽你了啊！280一对，就这样，不能分化太多。听到没有？280，还就是。给你280，这次还是一样的，给你280，你是开灯了吗？这是。妈，要穿这边了吗？好，关一个。赶紧再上，我没有，来，我上。你是在吗？哎，这个是280一对的。前一段时间我找他买了两对，但是这次的货的话，他只出了3对，太少了。什么不好？就是数量太少。这个还可以帮我多想一点吗？明天。明天帮我多搞一点来。好。三对还不够搬，你知道吗，朋友？对，就少，就是很少，姐姐。我知道这种比较少，因为它那个品质的话比较高。对。我给你840啊。给对的一百。多给你100块钱，你拿50了，我找你。一百给他吗？不可以。给吗？不给。啊，不给了吗？多了一毛都没有，没有。拿来。Yes。要。我给我，你还。你要给我60块钱，再给10块，再给10块，800是吗？800还有10块是吧？对，还有10块呀。妈嘞，10块钱也是超标，10块钱你可以真的找点。给我们几个门嘞？给你干嘛？喜欢耳钉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，评论区留言。谢谢你，恭喜发财。